南台湾的避暑圣地啊，有无？这个南仁渔港礁，水无？这个海湾，哦，这拢有在生水哈，伊袂甲你管。这鱼缸今嘛已经废港啊，哦，说他们海巡不会管你的，哦，可以大家安心的在边玩水啊，港内就可以玩水了，哦，避暑圣地，哦，啊，今嘛无介人知，介侪人知影，哦，啊，你看青蛙卡就有吊床啊，就侪人拢伫遐休闲的，哦，海巡伫遐看，哦，这个夏天这里别错过了、啊、避暑圣地。漂亮，非常漂亮，这个海岸线哦，来这边浮潜玩水呢，哦，哇，下面有人堆石头堆起来，堆得很漂亮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看他堆几个石头，我、哦、堆这样子是给他拍完美照的，嘿，堆这样子。哇，堆那么高，拍完美照的啊，怎么拍？怎么拍比较漂亮？这样拍吗？蛮漂亮的，哇，有没有？这地方啊，下去玩水。港内那边更好玩，更漂亮，哦、安全啊。